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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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单身，就是单身。大家都是好朋友嘛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嘛。猜心情怎么样？平均下来了吗？有，怎么还没呢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从得奖之后，然后到现在，我觉得一切对我来说都好新鲜哦。我觉得在今天晚上，我获得了人生第一个金钟奖，跟人生第一个包爱马仕包包，觉得很开心。露露真的是第一次哈，我再次抱歉，第一个我们没有谢到评审啊，露露你前景堪虑了啊。第二个没有谢谢东森，你完蛋了你。第三个没谢谢制作单位制作人，我请原谅他第一次太亢奋了。刚刚制作人说他那个稿子啊，可能是前几年写的，所以没有把那个电视台啊没有那个放进去。哎，对，很谢谢评审，然后就是因为很抱歉，我刚刚因为太紧张了，第一次拿奖忘了谢谢到评审，然后也谢谢金钟奖，然后要更谢谢的是东森电视，因为我每一次参加金钟奖。就是只要过5月12点，大家跟我讲话都是没关系，我们明年再来，没关系，我们明年再来。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回放，好像在原地哭很久。然后一直到典礼结束，我在后台，然后我妈还在哭哎，说我妈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庆功宴好了？她还在哭，然后我妈说哎呀，你要丢脸啊！这样，妈妈比我更开心。你看她刚刚又把全部的时间都留给我，除了把时间留给我。他刚刚又传了铂金包的照片来，他说这个可以吗？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就可以啊，当然有什么好不可以？而且不是假的，不是皮带，是真的薄薄。我觉得我人生中可以遇到像小哥这样子的前辈，然后他是真的非常照顾我。你看他是这么注重时间宝贵的人哦，可是他会愿意花2个小时，然后。一句一句跟我讲，然后解开我心中的结，是真的觉得非常荣幸，也可以开心。我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安慰。准备。上跑今天的打扮，就是惊艳了很多网友。对，有吗？哦，我也知道，你那个挤的都太强大了，那个你把北半球搞成那样，就知道我平常在星空六被封印的多久。那叫封印，你那太刻意了，你妈妈看到会生气。所以后来走完红毯，发现大家有一些议论以后，我就去厕所把它搞散一点。但我第一年就是我走红毯的时候是中洞大开，我那时候不是说要开低走高吗？结果那次开低走高，对对对。然后那次我回家以后，我妈打电话来跟我说，哎，你奶会不会球太散？我今天想说给她一个痛快。本来这次看我金钟服装，她还跟我说，今天这次会就是有够厉害吗？我就想说我要弄到一个极致，就太极致了，太拥挤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所以我后来立马调整，我调散了以后没有上台。很抱歉，你的长辈都不能呼吸了。对，我也不能呼吸。快窒息，快窒息！有，我很后悔，对不起。